这个很难得，香菱还有这个杨柳女士帮我准备这个蛋糕。那我是不想惊动大家啊，让大家可以集中交流，所以我很感恩，很感谢大家的一起来跟我庆祝这个生日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希望在庆祝生日之前呢，我还会许个愿。让大家中国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大家的交流成功圆满，也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我是三倍数的创办人，然后那天晚宴，范迪安先生有说到道生一，然后生二再生，我是想是生万物，然后是大家可以三生万物啊，三生万物，然后让大家交流成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心想事成，好，永存，友谊永存，友谊永存。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OK。One, two, three. 哇，今天镜头很多。焦点。因为我前头蛋糕，一是代表的中国，第二是新加坡，然后还有马来西亚，大家都是心连心在一起。感谢大家，好。
哎，光弟啊！不行，我拿那个。光弟，光弟，可以帮掉。帮掉。来，拿这，慢慢掉，来，戴掉眼镜。啊，光弟戴眼镜。谁给他放下去的？